Hi guys,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. Today I come back with a new video, hope you guys enjoy it. Hi, 宝宝们，今天我们拍个互动挑战，然后这次是小雨吃我猜，希望不要像上次一样，一个都没吃。上次做了两个，好啊，对，两个。那好，之前就答应大家拍那个什么果冻挑战、变身挑战，然后暑假不太方便，然后上个月比较忙，主要是还是自己拖拖拉拉的吧。然后的话，这次买的这些，买了橘子味、草莓，这个是葡萄味，然后桃子味，还有一个梨味道，梨这个叫什么？秋梨枇杷，还有一个桑葚，先记一下味道，免得等下。还有一个葡萄，就1、2、3、4、5，六个口味，简简单单。有一个绿葡萄跟一个。那个青皮哦，有个青皮跟紫葡萄，然后的话，这两个算一个吧？不算一个，这个不算一个吗？味道不一样，味道很大，不一样。猜对了，这样还有奖励。猜对几个有奖励？有六个，对四个就有奖励，对不？其实昨天晚上买了两个这个，昨天晚上太饿，偷偷吃了一个，这个真的超级好吃，而且很好。好，那这个味道超级浓。好，继续来吧，开始，尝吧。来，你闭上眼睛。好，你拿哪个味道？真的有点不一样，都是不一样。来个，真的好猜的。喂，这一袋我真是，看起来有点点。等一下，它这个有点不太好拧啊。哦，这个不是果冻来的，我看你面试了一点，没想到这样，别听你妈的，这么大，这么大，这么大。晚上写成一首歌，两次听完。好，我是你好，拜拜。但是我觉得你第一次没猜对，就蠢蠢的，因为我刚才已经暴露了，我说哎，这个不是那个，这个不是果冻哎，因为这个是我昨天以为这个是果冻，然后现在呢看到它是香葚吃，不管猜对一个了，然后再闭上眼睛，掉了，刚才下一个，刚才掉了一个，然后我捡了一下，然后刚好时长到了，然后的话，下一个，你闭上眼睛，然后再拿一个。吃多一点，我也尝不出味道。主要是刚才那个是桑葚汁，所以说我不能放含在，总不能含在嘴里再给你吧。但果冻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的。习惯每天都有你，就是这个，大家看到吗？给你留点烟火，给你留点烟火。还睁眼了吗？对呀、哎。不要闻，直接尝。桃子味的，蠢如猪。再尝一下。陈，蠢如猪，每次都猜两次才猜对。就这么几个口味，你这也是猜对了吗？快点看一下，好吃。其实我昨天晚上很饿，我就想这么多果冻，其实我想偷吃一个，然后呢没有偷吃，我就把这个两个味道都多吃了一个。快点嘛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。是这个啊，这个他说很那个，
我曾有过许多幻想，那些有你的时光，等到一晚真的忘了你，像在一个没有的晚上，写着一首歌给你听，想要一起我嘴里没了，干你吧！你这妹子猜对了，竟然被你猜对。以后只有一次机会，给你两次机会，你就乱，你就看刚开始就乱猜。以后就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吧？嗯，然后的话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I will upload part 2 in the next video. See you soon. Bye, guys.